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教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好，妹子，看一下上节课呢，咱们介绍了原子的一部分，对吧？那就是普通字符作为原子，一些特殊字符加上转移字符之后，也能将它变成原子，对吧？原来的意义是不消失啊。还有一些非打印字符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平时就是加上这个转移字符之后，就让它怎么能匹配出非打印字符，对不对？对。那非打印字符这些都有哪些？咱们看一下。一些非打印字符，你看这里边有斜杠 CX， 对不对？刚才我是不是写上节课咱们写一个斜杠 C， 是不是出错了？斜杠 F 是垂直制表符，也就是换页符，对不对？斜杠 N 是换行符，斜杠 R 是回折符，斜杠 T 是什么制表符？斜杠 V 呢，匹配一个垂直制表符，是不是这样？对，对吧？后边这些符号跟那个是作用是等价与等价的。那这节咱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些原子，什么原子呢？也就是看一下，前面咱们学过的是不是都是单个原子啊？对吧？那匹配数字，匹配字母，匹配非字母，匹配打印字母，是不是都单个一个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代表一系列的一个原子呢？比如说代表所有的数字，对吧？所有的什么？所有字母没有，所有的字，对吧？所有的空白。有没有这些呢？那行，算说所有的字母，你就随便说吧。还有什么？所有的什么？所有的特殊符号啊，特殊符号，还有就是匹配多个的原子，因为前面咱学过都是匹配单个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咱说匹配一系列的，只要有规则的一系列的，有没有这样的原子呢？有这么几个，看好了，斜杠 D， 斜杠大 D， 斜杠 S， 斜杠大 S， 斜杠 W， 斜杠大 W。先看这几个，好吧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斜杠 D 是匹配什么的？什么？代表所有数字。所有数字，对。那比如说我这块，如果我在这写九的话，只能匹配什么？一个。是不是只能匹配一个九啊？对不对？那看一下，刷新一下，是匹配一个九。如果我这变成一个八，那你是不是正则表达式也得匹啊？也得改啊？改成八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没匹配上？而如果我用这块用什么 ？D 本身是没意义的。你写 D 的话，直接匹配 D， 加上转移字符，就变成什么了？匹配所有数字了。零到九就是它，对吧？那八算不算数字中的一个？算。所以有没有？有。是不是匹配成功，把八取出来了？但是遇到第一个他就拿出来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这块来个七，这是匹配七了。所以这块是不是代表一个系列的，对吧？重复的原子。那斜杠大 D 呢，跟斜杠 D 正好相反，对吧？什么代表所有非数字，也就不是数字的都能用斜杠大 D 来表示。比如说在这个模式里边，整个那个字符串里边，比如说这块啊，我输出，不是输出，已经有了，对吧？我在这里边写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是不是全是数字？那我这块用斜杠大 D， 有非数字的东西吗？没有。没有非数字的东西，那现在什么结果呢？是不是就没匹配上？那有任何一个非数字，
只要非数字都行。嗯，空格是非数字。对。那我们看一下能匹配到呢？是不是就可以匹配到？对不对？那除了空格，比如说随便一个字母 A 是不是非数字？嗯，对吧？是不是也可以匹配到一样？那比如说，星号是不是非数字？是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只要非数字的，我们都可以匹配出来。这就是斜杠大地，是不是代表两个系列的，对不对？那刚才说所有数字是不是有了？那斜杠 W 这个又代表什么呢？斜杠 W 不能说代表所有的数字啊，代表任意一个数字。对，代表对任意一个非数字，对吧？那斜杠小 W 代表什么的呢？它可以匹配什么呢？代表任意一个字，听懂吗？语言中对字的概定义是怎么定义的呢？语言中对字的定义啊，那咱说汉字是不是一个字啊？汉字有专门汉字的一些匹配的范围，听懂吗？啊，那任意一个字是什么呢？就是小 a 到小 z， 大 a 到大 z， 还有零到九，这都算是一个字，包括一个下划线。下划线不是特殊字符，是一个字的范围内。所以说咱们有一些什么用户名，注册网站的用户名特殊字符不允许，对不对？下划线是不是允许？对吧？以卖邮箱一般下划线是不是允许？对吧？所以它属于字的一部分，听懂吗？所以任意一个字就可以了。假如说我这里边，你看我现在输入的是不是都是特殊字符，对吧？那特殊字符我用那个斜杠小 W 能匹配到吗？因为里边没有任何一个字，对不对？那假如说我有一个下划线，算不算一个字？算。算。那我再刷新一下，这就匹配上下划线了，对吧？所以知道这个斜杠小 W 代表什么了吧？任意一个数字。而这个斜杠 W 跟它正好相反，什么呢？代表任意一个非字，也就是除了谁啊？小 a 到小 z， 大 a 到大 z， 零到九和下划线之外的所有字符，对吧？比如说这里边，随便这些字符看到了吗？对吧？里边我用斜杠大 W， 里边有非字吗？没有吧？是不是全是字？包括这里边有下划线，下划线是不是也算是一个什么？算是一个字？对，所以它是不是也匹配不到？但是有任何一个其他的特殊字符，随便的一个，比如说星，算是一个随便的一个字符吧？它属于不算是字，是不是就匹配成功了？再看一下，斜杠 S， 斜杠 S 是什么呢？代表空白。那斜杠大 S 那也能理解了，是吗？对，空白。对，代表任意一个什么非空白。什么意思？比如说这里边我用斜杠 S， 我想找空白。什么是空白呢？空格算不算？回车算不算？算。table 键算不算？都算是空白，听懂吗？那看一下空白能不能匹配到这里边，字符串里边有空白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我们刷新一下，是不是就没有匹配上？那随便再看一下，我这里边来个回车，有没有空白？有。来刷新一下，是不是匹配上了？那除了回车，我这里边有个 table 键，按一下 table 键，对不对？算不算空白呢？算。是不是也算空白？然后我有空格，算不算空白呢？是不是都算空白啊？对不对？这就是那个斜杠小 S。那这个斜杠大 S 就代表非空白的。经常咱们用，比如说表单里边让它不允许有空白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输入的时候，咱们就都需要用那个斜杠大 S。当然还得配合一些原字符，咱们才能做到啊。你看，假设我这里边一直空格，这是不是都是空白啊？那我用斜杠大 S 来匹配非空白，能匹配到吗？是不是匹配不上，对不对？那假如这里边有一个随便的一个不是空白的，对吧？
是不是就可以匹配成功啊？对。嗯，这是这几个。能理解这个问题吧？能。嗯，但是咱们再想象一下，这是所有的。刚才我妹子，我让你说什么？所有的系列的，只要你能想到什么都可以说呀。那系统就提供第三个，能代表所有系列的吗？不能，对吧？为什么不能呢？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咱们随便想就能想出一个系列来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系统都给你提供的话，应该提供几百个或者几千个模式，那咱们记起来学起来是不是很难记啊？嗯。所以呢，他就给我们一个什么，给我们几个非常常用的那个系列，对吧？嗯。那不常用的，咱们想，比如说像妹子说的，所有字母，或者数字中的基数，或者特殊字符，对吧？这些怎么做呢？那你就自己定义这些系列的匹配的。什么叫做自定义，对吧？那咱们就叫做自定义原子表，叫做自定义原子表。什么叫自定义原子表？就是这样，有中括号括起来的，对吗？里边写上13579，那就会匹配中括号里边的任意一个原子。那这个系列是不是就奇数？对吧？所以我在这块儿，比如说随便一些字符，对不对？里边有2、4、8，是不是偶数的？我现在如果这么匹配，你看啊，13579，看到了吗？那这样写的话，现在能匹配成功吗？不能。看，是没有匹配成功。那原子表中任意一个，假如说我这块儿里边有一个什么3，你再看一下，是把3取出来，135成功。嗯，这里边有没有3？这就叫原子表，知道吗？原子表有几种写法，什么写法呢？这是13579，对不对？对。可以写范围，比如说妹子刚才说所有字母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大写小写都算吗？算。那就是 A 杠 Z， 用杠可以指定 A 到 Z 是一段范围。对吧？那你就说大 A 到大 Z， 连着写。对，这样的话就匹配的是不是所有的字母啊？嗯，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那假如说我想匹配刚才你说所有的特殊字符，那就非字母嘛。嗯，对不对？那非字母我们就可以用什么？在中号里加这个，所有的非字母。那比如说在这里边我这么写，啊，在最前面加上这个非。小 a 到小 z， 大 a 到大 z 的都取出来。那这里边有没有非小 a 到小 z， 大 a 到大 z 的？有吧？有。谁呀？对，是不是数字就可以了？嗯。所以这里边要记住几个符号，怎么了？这是原子表，原子表中只有一个生效，听懂吗？嗯。它是定义的一个系列的东西，对吧？用杠线，记住这个可以代表是从哪到哪，对不对？然后用这个符号可以代表除了。听懂吧？这块是杠线，是从哪儿到哪儿，对不对？是一个什么范围区间？是一个区间范围。而这个代表什么呢？除了。对，除了什么？对吧？嗯、除了这个原，除了列表中的，是这意思吧？嗯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，那上面这几个。我就算记不住这几个符号，但记住这几个符号方便，对不对？我能不能用原子表列出来呢？可以，看一下，斜杠小 d 是不是代表数字的？对，0到9，可不可以？对，可以吧？那斜杠大 d 什么？非数字，除了0到9，是不是行了？那这块什么斜杠 w 代表一个字，一个字指的什么？小 a 到小 z， 大 a 到大 z， 还有下划线，是不是行了？那除了这个呢？那行大 W 呢？就是除了小 a 到小 z， 大 a 到大 z， 还有什么0到9下划线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那空白符呢？就什么斜杠 t 斜杠 n， 对不对？等等吧，对吧？斜杠 f 斜杠 v， 是不是这些东西啊？那非空白符呢？什么的？除了这些，除了斜杠 t 啊，斜杠 n 啊，斜杠 f 啊，斜杠 v 之类的，是吧？这就是这个原子。嗯，那如果想代表所有的原子呢？那是谁呢？所有的第四个。对，
点儿，嗯，这个能代表所有的任意一个原子，对，任意一个原子，什么原子都能代表。但是呢，使用点的时候，后边咱们会介绍，它比较贪婪。正则表达式就是比较贪婪的，只要符合规则的，能找尽量找，这就是一种贪婪的模式，对吧？后边咱们会介绍那个点，咱们怎么处理啊？嗯，好，这就是咱们所有的模式表达正则表达式中的原子，就这么多，对吧？你可以定义单个，也可以定义系列，听懂吗？也可以是打印字符，也可以是非打印字符。那咱再看一下这里边了，正则表达中的通用字符，可以看到这些，对不对？嗯，跟斜杠 S、斜杠 F、斜杠 N、斜杠 T、斜杠 V， 对不对？嗯，更加于这个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咱们正则表达原子就在这里边。那想更详细的使用，通过咱们后边的一些实验，大家会巩固一些，对吧？对它能更好的掌握。对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拜拜。